未离开。对不起，我没能抓住他，我没能够抓住杀害塔里的凶手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能够抓住杀害他女儿塔里的凶手。啊，什么女儿？塔里是他的影，他的影死了。塔里？他说他见过还有男人。他说他女儿见过通缉令，想要报官，就被韩永南杀害了，尸体还在沙漠里。塔里是他女儿的名字，他更希望你亲手杀了他。那天晚上你见到的是几个人？是一个还是两个？其中一个是不是戴着个帽子，纱巾遮面？你看到他们是往哪边走的？往义乌郡的方向走，咱们就是快马加鞭，也得一日才能赶上。天虎，他很刚刚咱们迷路了。这就是边防镇西铺，最西边了。跟我走吧，也许你们要找的人，我见过。我不懂你们这些人的律法和规矩，也不想懂，但是我知道人，人无论高低贵贱，在这副皮囊之下，都是野兽。只不过有凶悍跋扈的，也有任人宰割的。韩永南在南方是只柴狗，龇牙咧嘴，到了这儿连只老鼠都算不上，随时就会被人跟随。原来你从未离开。